新月齐鸣，音乐响宴，西岭国小100年度音乐教学成果发表会。各位长官，各位贵宾，晚安，欢迎您莅临音乐厅参加这场音乐的响宴。我们学校呢，在李光荣校长精心策划下，今天晚上安排了一连串的精彩节目，让学校6个优质的音乐团队轮番上阵，一展所长，大放异彩。今晚的音乐会呢，就即将隆重的登场。首先呢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敬爱的校长李光荣校长上场为我们致辞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我们新领的孩子能够在文化中心音乐厅进行表演，那这也是我们林水云校长在之前在新领国小的努力。那么我们也延续这样的传统，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正式踏上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地，让他可以发挥优势的智慧。我们期待在新领国民小学就学的所有的孩子，我们能够提供给他多元的学习机会，发挥他的优势的智能，带领孩子飞向他永恒的前程。新北国小一路过来，都是以让孩子发挥他的专长，发挥他的自信为依归。在今天这样的场合，恰巧就是要来创造我们孩子成功的经验。这样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孩子能够持续学习，创造他成功的高峰经验，带领他进入到未来学习，产生一个良好的或者是建构他未来前程的一个基础。那我在这里代表我们新领国民小学，感谢这一路过来帮助新领国小的所有的这些支持的力量，特别是各位家长的支持，各位以及历届家长会的支持，还有我们教育局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关怀关注，以及各位议员先生女士的长期以来对新领国小的。今天我相信对这个新颖的文化艺术展演的一个最 top 最顶级的场所，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整修，准备要重新出发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在地的小朋友在地的音乐教育的成果，这是第一次在这边做演出。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场所也好，还是我们新颖国小也好，一定是来共同的分享这样的这一片光。家长会在新颖的整个运作上，我们相当的用心的，用的不是很多心的，但是音乐教育这方面哈，不是只有小朋友，家长付出也很大，所以整个家长会非常感谢有学音乐的家庭里面的家长的付出。那不管是小孩在学习的过程，甚至有挫折，老师或许会出处，但是回家的时间更长。像最近的那本书嘛，那个《古妈的赞歌》有看的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那个。但是我觉得教育不必那么严肃了，但是在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迎新的夜晚。本校的合唱团是由普通班学生所组成，历年来在曾文慈老师、赵佩君老师、廖嘉义老师、范可欣老师及现任陈嘉丽老师的指导下屡创佳绩。今天晚上他们将带来两首优美的歌曲，第一首《望春风》。
给我们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也谢谢大家同学。
Thank you.